到上节为止，我们把经络学说的重点十二经脉讲完了，就是经脉系统的主体，讲了十二经脉的定义、分布规律、走向交接规律、气血流之次序和每一条经脉大致的循行路线。经脉系统除十二正经之外，还有七经八脉。我们这一节讲七经八脉，一讲七经八脉概念和它生理特点。首先讲七经八脉的概念，这个定义我们从两个要素来定它，一从它循行的特征来定，它的性质，这性质定义；第二从它的组成来定，叫做结构定义。从两个方面来定义七经八脉的概念。七经八脉是十二经脉之外别道其行的八条经脉，记住别道其行就是与十二经脉循行不一样，叫别道其行。包括印脉、督脉、冲脉、带脉、阴维脉、阳维脉、阴跷脉、阳跷脉八条经脉。二，七经八脉的生理特点。为什么在这里讲生理特点，而在十二经脉不讲呢？因为它是十二经脉别道七行，它在生理上这八条经脉有着与十二经脉不同的特征，就是它不同的属性。我们把它抽象出来，归结为七经八脉的生理特点。大家看这个表，我们从循行分布和生理功能两个方面来说明七经八脉的生理特点。与十二经脉相比较而言的，我们从这两个方面说明它的生理特点。首先看循行分布，第一，分布在人体内的分布区域，我们前面讲了十二经脉遍布全身，而七经八脉注意上肢没有，上肢没有七经八脉，这是一看循行规律。十二经脉的循行规律，内外上下左右循行有规律，它验证内外上下左右循行的规律。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十二经脉走向交接的规律，讲了循行的规律。而七经八脉呢，与十二经脉相比，不像十二经脉那样有鲜明的规律性。那它怎么走行的呢？多为上下走行，带脉除外，带脉像腰带一样腰身一周。这第一二，即第一个特点，上肢无七经；二，与正经相比，就与十二经相比不甚规律，多为上下走行，带脉除外。三，与脏腑的联系，落属脏腑看，十二经脉它是直接属腑落脏或者属脏落腑，而七经八脉没有特定的落属关系。这是第三点，与十二经脉不同的。第四，十二经脉有明确的阴阳表里配合关系。我们以三条经脉为一组，分为手足三阴三阳，构成了它们阴阳表里关系，而七经八脉没有表里配合关系。这是从循行分布来看，七经八脉一分布上肢无七脉，二循行不规律，多为上下走行，带脉除外。三，
与丈夫无特定落属关系，四，更无阴阳表里配合关系。上述几点就是奇经八脉的生理特点，注意这是与十二经脉相比较而言的。就生理功能而言，两者也有区别。十二经脉是全身气血运行的通道，而奇经八脉呢，是它具有调节十二经气血的作用，起个调节作用。这就是奇经八脉的生理特点。要求同学牢牢记住奇经八脉这生理特点，从循行分布到生理功能，从两个方面记住它们的特点。这个特点一定要是与十二经脉相比较而言的，强调奇经八脉它在生理上的属性与十二经脉有什么区别，称之为它的特性特点，要相比较而言来记忆。第二个问题，我们讲奇经八脉的循行及生理功能，要求同学们紧紧掌握督脉、印脉、冲脉、带脉这四奇经八脉四条经脉，要求掌握它们的循行部位和生理功能，大致的循行部位和生理功能。第一，看看督脉。一，督脉的循行部位，起，不清楚啊，起于剖中，把会阴部叫会阴部分叫剖中，出于会阴，这是第二点。雁主脊柱后面上行，从剖脐剖中下出会阴，雁脊柱上行至向后落脑，至向后入向中落脑，落脑然后雁头部的正中线行于面部正中线到鼻，止于上唇的唇系带，止于上唇。简单的记，起于剖中，下出会阴，雁脊柱上行，由向入脑，落脑往里去，它这个督脉和脑相落属，沿着头颅的中线经过向顶面部的正中线到鼻尖，止于上唇的唇系带，就它从后面出来，沿着引起的脊柱正中线往前走，咬行到前面，到面部正中线到上唇的唇系带终止循行，记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它的生理功能，一，注意它能调节阳经的气血。督脉和阴脉相比较而言，督脉行于背部，背部属阳，足的阳经就行于背部，调节全身阳经的气血，这总督一身之阳，所以称督脉为阳脉之海。这是第一，它的生理功能，督脉为阳脉之海。二，由于督脉在循行过程中进入脊柱，到达腰与肾相连，同学们看说具体性路线，那么分支里面属肾，它还属肾，而且还落脑。注意前面我们讲奇经八脉生理特点没有明确的属脏落腑的规律，但是它和脏腑相生发生关系，它和肾发生关系，脑发生关系，和脊髓发生关系，所以督脉
与脑、肾、脊髓的生理病理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和肾有关。从经络学说来说啊，叫补肾，叫补督脉，调节督脉。把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那么从一起来呢，中医的文献传统叫补肾督，补肾督。同学们将来学习中药学的时候，有一些中药归经常常提到入肾入督脉，入肾入督脉。第三，与人的生殖功能有关。为什么呢？因为督脉若肾，肾不生殖，所以与督脉有关。人的生殖功能与督脉有关，因此从针灸学来说，调整人的性与生殖功能，调节督脉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要求同学们一一记住他们的功能和他们的意义。这是一，督脉。二，印脉。印脉起于剖中，下出会阴，下出会阴，行于腹部正中线上行，经过咽到下唇，然后咬唇一周和督脉相交。简单的记，起于剖中，下出会阴，咽腹部正中线上行，经过咽到唇，下唇，咬唇一周，与督脉相交，记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生理功能，印脉的生理功能，与一，它能调节阴经的气血。印脉和督脉，督脉行于背，印脉行于腹，督脉属阳，印脉属阴。督脉能调节全身阳经的气血，而印脉就能调节全身阴经的气血，因此与督脉相对，称印脉为阴脉之海。第二个功能，印脉能调节女性的月经，调节女性的月经与生殖功能有关，所以叫印主剖胎。用印主剖胎来概括女性调节月经的功能，所谓精气一泄，阴湿而下，男女交媾，胎孕乃成。胎儿在体内的发育，我们讲剖宫的时候提到和冲脉和印脉有关，说印主剖胎和女性的月经生殖孕育有关，这个印主剖胎。第三，冲脉。在七经八脉督印冲带当中，冲脉为重点，循行部位，它与沿脉督脉同起于剖中。根据这样一个三条经脉的循行特点，在经络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原理或者叫判断，叫做一元三奇，是指督脉、印脉、冲脉同起于剖中，这是一元三奇，分别循行于体内的体表、体内不同部位，循行不同，起点相同。冲脉起于剖中，下出会阴，将和我们前面讲的从印脉
也起剖中下出会阴，督脉也起剖中下出与会阴。所以说三者一元二三气。那好，冲脉起于剖中下出会阴，起剖中下出会阴，验着下肢内侧就腹沟部有个气街往上行，与足少阴肾经并，它俩并行，特点是夹脊夹脐而行，就齐了，两它双侧它是对称走的，所以叫夹脐而行。简单的记就是与足少有与足少阴肾经并行向上，到达咽喉，环咬口唇，到达咽喉环咬口唇，中止于眶下，把这个叫做冲脉的上行之。简单的记，起于剖中，下出会阴，从下肢内侧气接起，向上行。与足少阴经相并，通过胸到达咽喉口唇眶下，把咽喉口唇都去掉，记住上行之，其剖中下出会阴，与足少阴肾经相并上行经咽到达口唇眶下，这就可以了。这叫上行之，这主要的循行。分支，它的分支分为一个下行之，一个上行之。它的下行之，从气接出，验下肢内侧筋果窝下行之足。它的上行之，上行之，上行之，从剖中经会阴出，进入后背，行于督脉之内，就是与督脉一起沿着主脊柱循行。这就冲脉一个上行之，起剖中下出会阴，沿下肢内侧腹沟的气接上行，沿着腹面上行，与足少阴肾经并行，经咽到达口唇至眶下，这上行之。下行之两条，一条沿着腿下肢走，从气接出，沿下肢内侧筋果窝下行之足。下行之一，下行之，下行之二，从剖中出来，经会阴部，其剖中下出会阴吗？那么经会阴，沿着督脉的循行，与督脉相通，循行于脊柱内，这就是冲脉它的循行。要求同学们，第一，记住它的主要循行路线，在此基础上记住它还有两个分支，下行之一前一后，前行于下肢内侧，后与督脉相通进入脊柱，冲脉的生理功能。第一，它能调节十二经气血，冲有要冲要道的意思，经络学说认为冲脉从循行看，腹面背面，背面进入督脉，腹面进入印脉和夹脐上行，督脉为调节阳经气血，印脉调节十二经气血，那冲脉的
循行，主要循行路线和上行支，那就和督脉和银脉发生关系。就这个一点，就这个一讲，冲脉具有调节十二经气血的功能，因此得出结论，冲脉为十二经气血之海，或者叫十二经脉之海，也叫五脏六腑之海。十二经脉之海、五脏六腑之海，旨在说明冲脉有调节十二经气血的功能。二，主生殖功能。我们在讲肝为血海，女性以肝为先天的时候，已经讲到冲脉与肝与女性的月经的关系，所以称为冲为血海，它有调节女性月经的作用。因此冲脉与女性的生殖功能有关。除了和女性有关之外，在中医的文献上，在经络学说的论著上也提到男性也有冲脉，冲脉与男性的生殖功能也有密切关系，把它称之为太冲脉。对男性来说，男性无论是先天和后天冲脉受损或者冲脉不足，都会影响男性的生殖功能。从经络学说来说，这里面重点讲它调节月经的功能，实际是的应该把它改为调节生殖功能。冲为血海，强调女性，实际应该是包括调节经，男性的经，女性的月经。但是历代文献在中医理论当中强调是冲脉和女性之间的关系。第四个，带脉。带脉循行部位叫起欲济邪，咬腰一周，这样记可以的。我们记得腰带吧，腰带是和躯体躯干它的关系是一个横断面，而这个带脉的循行却是一个斜行的面，所以起于济邪，斜下向行，咬腰一周，是一个斜面。生理功能，带脉的生理功能，一，约束诸经，在躯干部通过带脉咬伸一周，将总行的所有经脉联系起来。就这个意义讲，它有约束诸脉的作用。二，阻塞女性的带下。就经络学说而言，女性的正常的阴道分泌物带，它的生理病理与带脉的功能有关，所以称带脉具有阻塞女性带下的功能。一，要素诸经；二，和女性的特殊生理带下有关。至于荞脉和维脉，不做要求，同学们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
到此为止，我们将经络学说的主体经脉系统、十二正经和七经八脉，七经八脉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作用较大的都印重旦，他们的循行、他们的生理功能、他们的在人体上的作用，给同学们大致做了介绍。其中重点是十二经脉。那七经八脉特殊，在教材里既要讲它的循行，还要讲它的生理功能，因为它别道七经，有别于十二经，所以把它的生理功能单除在这一节里面要讲。而十二经脉的时候呢，没有去讲。和应用，下面讲第四节经络的生理功能。经络系统通过纵横交贯、遍布千身，将人体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具体它是发挥哪些作用呢？一叫联系作用，包括哪些联系？怎样它把人体联系成一个整体呢？不仅联系脏腑，还联系形体关窍，还联系经脉以及脏腑经脉。一，联系脏腑与自己。我们前面讲形体的时候讲过，形体和脏腑是一个统一整体。我们这前面讲脏象学说的时候，是着重从一，五脏分属于五脏系统；二，它们在生理功能上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讲，他们是一个整体。而经络学说呢，是从经脉的循行这个角度，循行的角度，那么属脏络腑在循行过程中和四肢百骸和自己联系起来，就是每一经的循行路线，既属腑络脏联系脏腑，又能够和形体自己在循行过程中将两者联系起来。教科书里面提到一些具体的例子，提到一些具体例子，同学们在阅读每一条循行路线的时候，就对这个概念就进一步来体会。从总体说，中医学叫做内属于脏腑，外露于自己，就是把形体与内脏、形体与脏腑统一起来，通过什么呢？通过经络统一起来。二，脏腑与关窍。那么经络行于体内，属脏络腑或属腑络脏，在循行过程中到达头面部，通过循行将脏腑和关窍统一起来。我们讲过耳、鼻、目、口都有经络分布在这个地方，那么经络在这地方把这些关窍和母翼经络和脏腑之间的关系通过经络联系起来。前面讲脏腑是讲说目为肝子窍，肝开窍于目，我们从前面从生理上来论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从经络呢，足厥阴肝经在循行过程中与目相联系，用经络学说解释内脏的肝和目之间的关系。三，连接脏腑与脏腑之间。我们在讲十二经脉的阴阳表里关系的时候讲到，那么脏为阴，腑为阳，他们脏腑的阴阳的表里关系是通过经络络属来完成的。第四，连接经脉与经脉之间。我们从总体讲了十二经脉的交接规律，交接意味着联系，连接起来。我们讲十二经脉的气血流入次序，
从一条经脉一条经脉逐一的连接，从整体到局部，从三条经脉一组到每一条经脉，从不同的角度讲它们之间的连接，通过这些在循行过程中把经脉和经脉之间连起来。我们这是从着重讲十二经。在讲络脉的定义的时候，络脉有网络的意思，补充十二经的不足，那又通过络脉的作用将十二经脉纵横交贯，形成一个网络系统。这个表通过十二经脉与脏腑器官的联络表，旨在说明通过经脉脏腑一官窍形体发生了联系，供同学们参考。二，它有感传意义，感传是现代中医基础理论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从经络学说现代经络研究一些现象概括出来这样一个概念。感传就是感应传导，具体说来是指，大家注意啊，在经络学说当中感传的含义，现在经络学说是经络系统对针刺或其他刺激的感觉传递和通导作用，就是传递通导是指经络系统对刺激的通导和感传。规范的表达现在这样来表达它，就是在经络系统中感传是指经络系统对针刺或其他刺激的感觉传导和通导作用。这个要同学们记住这个概念。那么第二，感传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呢？感传的物质基础是精气，运行于经脉之中的气。有同学问了，前面讲定义经络的时候说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它的功用是气血，这为什么说它的物质基础又是气了呢？这个气从人体之气的总体而言的，实际上它代表着生命物质系统的气血精津液。那不讲血也不讲精不讲液，是从物质系统这个最大的概念，人体之气最大的概念气而言的。气分布于脏腑叫脏腑之气，分布于经络叫经络之气。所以说精气分布于经络的经脉之气那叫精气，精气是感传的物质基础。同学们将来学针刺的时候，那要患者有感觉没有感觉，用咱们中医经络学说的术语叫得气没得气，得气没得气，得气就是判定针灸疗效一个重要指标。说按摩，按照循经按摩，按照穴位，同样是要问患者有什么感觉没有，有感觉用经络学说解释叫做得气，叫得气。第三，无氧作用。所谓无氧作用是指经脉所运行的气血运行的生命物质为全身的生理活动提供营养物质，就这个意义而言它有运送物质的作用，它能运送这些气血使气血才能发挥对机体的无氧作用，维持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第四，具有调节作用。调节作用怎样理解呢？调节作用它能调节人体的阴阳，经络系统
有阴经和阳经，它们在循行过程中构成了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这样一个循行的方式。阴阳相贯循行的结果，发挥作用的结果，达到人体的阴平阳秘，就这个意义说，它能调节人身的阴阳。将来同学们在学习针刺的治疗原理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治疗原则，叫左病治右，右病治左。最早的古书也叫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就是阳经有病，不治阳经，而治健康的阴经；阴经有病，不治阴经，而治与之相对应的健康的阳经。那个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后世用另外一个术语表达，叫交经谬刺。后面讲这些内容，是指调节针刺，通过针灸，通过经络系统的调节作用，来重新建立人体的阴阳平衡而言。这个观点将来同学们在学习针灸学，在讲针灸学说，就经络学说在治疗学的应用，一时话会进一步讲到。我们在这里的中医基础理论讲，只在说明经络系统通过运送全身的气血，连接脏腑经络四肢百骸，从而达到调节人体阴平阳秘这种状态，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我们把阴平阳秘称之为健康，那么归结到从经络学上来说，这种健康状态是通过经络学说、经络系统来完成的，通过经络这个网络系统来完成这种调节作用。这是经络的作用，具体生理作用。这里面讲的作用着重是讲正经它的生理作用，七经八脉的作用，我们在七经八脉里面从生理功能、生理特点进行了论述，从印度冲淡又进一步的论述，那么分别来掌握。最后一节经络学说有什么用处呢？前面讲都是理论意义，那么实践意义它有什么作用呢？主要是指病理诊断治疗上的作用，这里面仅举几个例子，要求同学们理解了就可以了，一般了解就可以了。经络学说的应用，一，用经络学说来算术机体的病理变化，阴阳失衡以后的病理变化。一，它是传递病气的途径，按经络学说来认识疾病的传变途径，病邪侵入皮毛以后，先作用于最表层的络脉，然后进入经脉，络有浮络、孙络、别络，络脉，然后进入十二正经和七经八脉，进入经脉，最深层是经脉，由经脉再往里走，或者是属脏络浮，或者属腑络脏，但是按照传递病邪的途径，腑为表，脏为里，所以由经脉到六腑到五脏，这是从外而内。邪气从外出呢，驱邪外出的时候呢，是从五脏到六腑到经脉到络脉到皮毛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说它是传递病邪的途径。第二，它有反应病变的途径，反应病变的途径。那么经络在循行过程中，病因作用到机体以后，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病理变化。那发生各样病理变化，
必然在经络的循行部位上有所变化，发生异常。就这个意义说，它又能是反应病变的途径，因为在经络的循行过程中，在不同的部位反映出不同的病变。每一条经脉的循行反映的病变，中医学称之为病候，将来在学习针灸学时进一步讲。就这个意义说，它能够反映病，是反映病变的途径，既是病邪进除的途径，又是反映病理变化的途径。二，在诊断学上的应用，主要是定位诊断。前面我们讲十二经脉的分布规律的时候，强调同学们掌握那些在头部躯干四肢的分布规律，记住这些，那么看到机体哪一部分有病，我们就联系到这一部分是哪条经脉所循行的，根据这个部位它循行哪条经脉循用在这里，我们就说这个部位反映出病变就属于哪经哪络的病变。前面我们讲说太阳头痛、两侧头痛，它属于少阳经的循行部位，因此我们定从经络辨证来说就是少阳经病变，我们针刺治疗就可以从少阳经入手。三，对疾病的治疗有指导意义。一，针灸学上和按摩学，现在按摩也叫推拿学，那么针灸按摩治疗的依据，重要的依据就是依据经络学说作为自己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理论依据，将来同学们在针灸学的临床部分和按摩学的临床部分会进一步来学习。这里只要求同学们知道经络学说在治疗学的应用是为针刺疗法、按摩疗法提供依据的，提供理论依据。在中药学上有个引归经理论，归经理论就是每一味中药都要标明它归何经，这个归经理论就是根据经络学说而来的，把每一个药、每一种药物专属于与其他药相比较而言，专属入于哪经，把这个药物叫引经报使药。将来同学们在学习中药学的时候，要注意学好中药的归经理论。那个归经理论就是以经络学说为指导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将经络学说全部讲完了。这一章的重点在经络的概念、经络的组成、十二正经走向分布规律、走向交接规律、气血流之次序、七经八脉，重在生理特点及印度冲带它们的大致循行部位以及各自的生理功能。而经络的从总体上我们讲述经络的生理功能和经络学说的应用，仅作为同学们大致的了解就可以了，因为这部分内容将来在经络学说同十二经脉的详细循行一样，将进一步去讲起。今天就可以到这里，谢谢大家。